林多后书九章八节，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，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，能多行各样善事。基督徒一无所缺，因为丰富慈爱全能的神是他的父，神必供应他儿女一切的需要。留意这节经文所提到的各样的恩惠，凡事常常充足，能多行各样的善事，让这些词句深深地印入我们的心灵，不要减轻它们的含义。各样凡事乃是无所不包，从今以后你再不要说你会遭遇缺乏了，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，使你凡事常常充足，能多行各样的善事。你将拥有你所需要的一切，使你能多行各样的善事。主能将这一切赐给你，你需要怜悯吗？将你的需要带到主的面前，你可以得到充分的保证，他必供应你的一切所需。哥林多后书九章八节，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，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，能多行各样善事。